生活的真相，我还执着吗？你是不是也得有点上进心啊？那你给我开了呗。怎么开？离呗。我是董泽宇的爱人。你要再继续这么闹下去，咱俩就离婚。联系廖沙同志，营销部销售经理。有可能是乳腺癌，我觉得这不治了。在你们眼里，是不是我这辈子只能靠我的老公？八年啊，人生有多少个八年？我求求你了，大爷，你想想办法，我不想死，我就那么招你讨厌吗？这场婚姻啊，我一定后悔。我必须翻脸。这世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和尊重，这一点我确实做得不好。我一定会多考虑点事情，不让你不能勉强。我发自内心替你考虑。谢谢，这个钱你拿着用吧。谢谢你，老婆。我应该学会欣赏你，让你去做你喜欢的事儿，你开心就好。为了这个家，我一定改变。经历了这么一遭，我开始理解我老公。但直到现在，我才明白，什么对我们是最重要的。没有家人，我的工作没有任何意义。